哦，因为其实小时候就很喜欢听日文歌，然后有很多动漫跟戏剧，所以其实台湾人常常接触到日本的文化。然后我自己很喜欢日本歌曲一点是，日本歌曲都很多很正面能量，也给我很多力量，所以让我觉得日本是一个非常有坚毅的民族。我觉得在台湾其实对于日本歌曲的接受度是非常高的，因为从小朋友甚至到大人，都常常接触到日本的节目，还有日本文化，所以说对于日本歌曲还是非常的喜欢。其实我第一次听到《Yuki no Hana》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，然后在看到他的歌词，还有他的旋律，就觉得是一个很有画面感，然后也非常美的一首歌曲。我觉得日本的环境非常的干净，然后日本人都非常礼貌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令人舒服的地方。一生懸命頑張るので、応援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